这皇宫是天子居住的地方，每说一句话，每走一步路，都得特别小心。星宫奇遇的宫斗争，这就是我们的命运。在宫里永远不要强出头。原来就算我死，也逃不开这座房。奉命卧底，步步杀机。你现在有一个新名字，叫斗衣房。我要你做哀家的眼睛。本王可以保证。 不让你受到一点伤害，我会用尽我所有的办法让你难受。斗衣房，哀家恨不得把你碎尸万段，永世不得超生。尔虞我诈，争宠斗狠，未来娱乐台，美人心计。